欢迎收看107年11月29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美国在台协会明年将成立40年，特别规划台美关系特展，代理市长许立明应邀出席参加，表示透过展览见证深刻浓厚的台美关系，也看见台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庆联港都岁末年终推出2场健康好乐活动，包括12月8号在科公馆登场的一同分享好时光，以及12月23号的莲池潭健走活动，欢迎亲子大小朋友踊跃参加，推广公益也顾健康。今年是世界知名指挥和作曲家伯恩斯坦百年诞辰纪念，卫武营特别推出由他改编的轻歌剧版《韩蒂德》，向大师致敬。首先来看到台美关系特展，11月29号起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是继今年9月在台北开展后，首站移师高雄。代理市长许立明受邀出席，他特别感谢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这十年来积极的协助，让高雄举办的国际活动和会议能够圆满完成。美国在台协会明年将成立40年，特别规划美台关系特展。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透过展览可以见证深刻浓厚的台美关系，特别是从南台湾的角度去看台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99年，就跟我们的中山大学合作成立这个美国中心。那事实上也在2008年，就跟我们的高雄市政府、我们的市立图书馆合作，来设立高雄美国资料中心。展区内特别展示台北办事处的模型和 VR 体验，模拟进入新馆庭园舞蝶纷飞的美景。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高雄正积极推动桥头科学园区和南新计划等重要经贸计划，他也期盼美国和高雄在各方面的合作能够更加紧密。相信这一些重要的这个经贸计划，其实应该不会做太大的这一个变更。那当然也希望美国跟高雄，我们在各方面，在不管是经贸或者是教育文化、观光发展等等各方面的合作，要能够更这一个紧密而且深刻的这一个发展。高雄近几年举办多场国际活动，邀请多个国家与会，场面盛大圆满。代理市长许立明也感谢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会协助邀请，让世界看见高雄。包含邀请美国的各大城市，那以及这个邀请来包含接待的非常多的这一个事宜，如果没有 AIT 高雄分处的话，我想真的是很难这一个圆满的完成。美台关系特展以立稳根基、共创未来为主轴，即日起展出到108年4月8号为止。港都新闻李怡晴、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选举落败的陈其迈，28号晚间首度在脸书开直播，跟粉丝们报告他选后的这几天的心情。他说，虽然败选心里会难过，但是难过一天就好，而且他期待跟粉丝们重回到起点，跟高雄谈恋爱。长达40分钟的直播，陈其迈展现轻松活泼的一面，还邀请粉丝喝咖啡，吸引超过20000名的粉丝收看，互动热烈。在开票之夜承认落败，公开祝福韩国瑜当选，温情喊话的陈其迈让不少支持者落泪。经过几天的心情沉淀，陈其迈首度透过直播在网络上跟粉丝们分享心情，除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呼吁粉丝们难过一天就好，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努力。难过一天就好了，反正今天已经第5天了，那总是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嘛，那日子还是要过啊、哦。那咱高雄，这个城市当然是我们自己心爱的故乡哈、哦。所以，那怎么样让家乡更好？这个当然是我们要一起努力。陈其迈挑选了多张在竞选期间幕僚记录的点滴，包括在基层拜会农渔民、关心长辈的生活，尤其许多热情的民众对他拥抱喊加油的画面让他印象深刻。而在宣布败选的那一刻，他看到许多支持者伤心流泪，他也特别拿出照片要寻找影中人，并且邀约粉丝一起喝咖啡。我特别注意到说，我当我喊韩国瑜市长的时候，这个妹妹就掉下他的眼泪，好，在以后不要再流眼泪了哈。我请你喝咖啡，好，所以要记得，好，你在脸书上留言啊，不然私讯给我哈，让我安慰你一下。我们过几天再相约，我找个咖啡厅好了。
抱歉了，不能让大家吃鸡排啊，实在是，我自己要检讨，哎，不过喝咖啡可以的，好。长达40分钟的直播时间，陈其迈养的宠物猫还乱入镜头跟陈其迈撒娇，可爱的模样让观看的粉丝直呼受不了。陈其迈也准备了许多道具和粉丝开心互动，展现暖男的一面，吸引数万粉丝线上观看。虽然败选依旧拥有超高人气，目前民进党正面临败选后的检讨声浪，因此他的下一步也格外受人重视。港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而新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即将在12月25号就职。对于外界好奇他的小内阁成员，韩国瑜表示一定要专业、懂工程，还要能够行销高雄。他不分蓝绿，只要肯为高雄打拼的人才，都是他要重用的人。韩国瑜也提到，这次选举高雄受到国际媒体高度重视，打响了名号，吸引许多投资商将组团来高雄考察，并且表达投资意愿，期待能够让高雄经济起飞，繁荣发展。韩国瑜胜选后，外界好奇他的小内阁成员频频点名是否由前高雄县长杨秋兴接任副市长。韩国瑜说，只要专业、懂工程，又能为高雄行销和打拼的人才，都是他要重用的团队成员，不分蓝绿，也不排除从业界寻找对的人。这就职跟投票日只有差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包括我每一天都在找新的内阁名单，大概现在来讲应该是完成大概差不多50%了，就差不多有一半的局处长找到了，剩下还在找。杨秋兴是不是未来的副市长？我想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我们有三位副市长。对于即将到来的市长交接典礼，韩国瑜也期待能跳脱以往模式，改在爱河举行。透过广大市民及好朋友的参与，让就职典礼热闹活泼，也能行销爱河的观光。现在争取不要过去这种交接能够更活泼，推动高雄观光，所以我们建议高雄市政府在交接的时候能不能考量在爱河旁边，那顺便除了交接完毕之后，向全台湾全世界行销高雄的爱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构思。强调要拼经济的韩国瑜更开心，这几天陆续接到国内外厂商要投资高雄的讯息，包括餐饮、百货和房地产，更有马来西亚投资团队要来高雄考察，对未来发展高雄的经济充满信心。不光是鸿海，鸿海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你像全国商业总会昨天来电话，他们今年要带200个企业家来高雄开会。OK 啊，吴志扬委员他是中华职棒的理事长，他希望冠亚军的棒球在高雄。另外有一家大国内大股票上市公司，现在本来要到新竹跟苗栗投资，现在拜托我们帮他找10000坪土地，他们马上就要投资，也是几百亿的投资，像这些我们都非常欢迎。韩国瑜也强调，未来市府会设立两岸工作小组，不过92共识并非高雄产品唯一的通路，他会以更开放的态度欢迎厂商投资高雄，让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弱势孩童，青年港都有线电视率先认购高雄小农的产品，并且在12月8号举办一同分享好时光公益圆游会，邀请民众认购白米，所得款项将会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另外，莲池潭健走活动也将在12月23号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准备限量的左营在地美食，为健走民众补充满满的活力，邀请市民朋友来响应做公益，一同和我们来串联爱与健康。小朋友带来可爱的唱跳表演，为活动记者会拉开序幕。为了帮助弱势孩童，青年港都特别和安德烈慈善协会合作，举办一同分享好时光公益圆游会，要邀请市民朋友一起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们主要结合在地的小农，那我们希望就是爸爸带着妈带着小孩，那就是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那我们希望能够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对这个爱跟关怀能够扎根，
与会来宾一同将代表物资的膳食举牌摆入食物箱，并放进由小朋友推出的物资货车。其中的白米是去年港都以150元价格向高雄小农认购的产品。活动当天，民众只要以100元的金额就可以买得回去，所得款项将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帮助弱势孩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募集到的资源，那经过安德烈慈善协会这边的整理，我们将会来分配来帮助我们在地所需要的弱势家庭小朋友。那在寒冬岁末之际，这一份资源我们相信也会是一份爱的礼物，成为我们小朋友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那这次港都庆联在年终这个时候特别在推出非常有意义的亲子活动，那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体的市民，大家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想除了参与这个活动，度过共同美好的亲子时光，也一起来传递更多美好欢乐的力量。还有一场是在12月23号，这就是莲潭健走。那其实这两场的相同的目的，我们都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到户外。一同分享好时光活动，12月8号下午2点半在公博馆追风广场举办。当天只要认购原油券，即可获得摩彩券一张，并有好礼等你来拿。而莲池潭健走活动也将在12月23号举办，活动现场会准备限量左营在地美食，为健走民众补充满满活力。欢迎市民朋友来响应做公益，一同和我们串联爱与健康。港都新闻潘志光、小雅欣采访报道。高雄市有3万多名的原住民，都分散各地，面积相当辽阔。族人长辈生病就医非常不方便，市府原民会和高医携手合作，将在全市23个文化健康站架设远距照护网，提供高龄原民长者及时性的健康照护服务。原住民长辈穿着族服，带来热情活力的歌舞表演，要欢喜迎接原住民健康照护新纪元，让他们在文化健康站里能长保健康，多身体越来越健康，有活力，就是量一些血压，然后跳舞，然后活力操，我们做健康操啊，还有一些手势方面啊，我们做的蛮多的。由于高雄市的原住民分散在全市46.6%的土地上，面积相当辽阔，族人长辈生病就医非常不方便。高医和市府原民会合作，将在全市23个文化健康站架设远距照护网，提供高龄原住民长辈及时性的健康照护服务。透过我们现在的一个智慧的医疗，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些的串联，其实在我们的纳鲁湾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那我们绝对会整个串联起来，在这串联的时候，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文化健康站它的特色，我们会做一些调整。基本上这样的串联，我们一定会更深入。对于高医长期为高雄山区原住民提供专科医疗照护，并且成立第一个结合医疗机构的原住民关怀站，这一次更将照护网扩及到23个文件站，将可让原住民长者活得更健康。市府原民会主委表示相当感谢。针对这个系统的生理健康的资讯呢，未来也会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对原乡长者跟都会区长者的健康呢，可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未来可以透过这个医疗健康生理健康的一个资讯呢，做一些防范的一些措施。高医在原住民文件站建置先进的远距照顾系统，随时监控长辈的健康资讯，一旦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提供及时照顾服务，提升原住民长辈的照护品质。港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而在活动中心开设课程和成立照顾关怀据点，都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小港长老教会就和港后里联合举办社区课程，让长辈可以出来活动，放松心情。带您一块来看看。阿嬷和学生围起两个大圆圈，眉开眼笑的跳起舞，气氛好欢乐。这是小港长老教会和港后里结合举办的社区活动，每周固定有动静态课程，让社区长辈可以出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这里来，我看到有一些长辈，我们就开始筹划成立一个老人关怀协会，
啊，我们就慢慢筹划说要帮助这些老人身心灵的一些健全，所以我们就成立快乐学堂班。结束后进入放松身心的静态课，老师用夏威夷琴献上动人歌曲，美妙的旋律让长辈仿佛置身在南方国度里，听得十分陶醉。长辈们很喜欢社区举办的这些课程活动，因为每次上完课后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我们每天上课都很快乐，然后都超乎我们想象的年轻，大家都来这边，原来都是就是比较老态龙钟，现在都是非常有活力。对，退休我来六七档啊，我拢逐日拢来，而且这个课真的足好个，对咱的身体啦，对咱的观念啦，对咱的社交啊，都拢足好个。开班到这将近11、12年了，来这边运动的这些学堂的老人，我看觉得越来越年轻，又有活力，又很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市政府还是要到整个社区去推动，像我们这个快乐学堂，让这些老人他有去处，最起码他也不会孤单。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而社区是最贴近长辈生活的地方。许多活动中心和关怀据点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还能有效延缓长辈老化，让他们心情变得更加愉快。港都新闻张世明、小雅欣采访报道。导盲犬可以帮助视障朋友行动自如，而在训练的过程中，寄养家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位黄小姐，她今年已经认养了第三只导盲幼犬了。除了让家中的孩子认识照顾动物不容易之外，也有一颗爱心，希望幼犬完成训练之后，能够服务更多视障朋友。导盲犬 Joy 已经5个月大了，张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寄养妈妈，听她下口令，不论是坐着、趴下、站起来， Joy 都做得越来越好。居家生活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包括一些说不能上家具，然后不能舔实地上的东西，还有搭乘大众捷运，然后去外面看，就是外面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情况。黄小姐认养导盲幼犬已经是第三只了，起初是家里的孩子想要养狗，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慧光导盲犬学校，因此和先生小孩一起商量，就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然后为了想说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其实照顾狗不容易，所以我们开始先家庭讨论过，大家彼此都有共识了，然后我们就去试着申请。周六日可以协助他做一些分担一些他一些工作这样子啊，对，应该说就像多了一个小孩子的感觉啦。这些幼犬从小知道怎么跟人类互动相处，知道人类是友善的，然后喜欢人类，然后知道怎么跟人类合作，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它都可以非常的放松自在。这样的导盲这样的狗狗的话，将来就可以非常的专心又开心的为我们视障朋友服务。除了在家里训练之外，黄小姐还会带着 Joy 到附近的公园走走，逛逛百货公司，让她熟悉人类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大约一年之后， Joy 就会回到导盲犬学校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幼犬出生到2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寄养家庭，然后大概1岁到1岁半之间会回来学校开始做专业的训练。那训练时间的话大概是1年左右，所以大概2岁到3岁之间，狗狗如果顺利结训，那我们就安排它去视障朋友那边服务。其实整个大环境对导盲犬其实不是那么的，就是在台湾啦，并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机会，然后尽一份心力，然后就去试试看。寄养家庭和导盲幼犬生活相处一段时间，早就建立家人一般的亲密关系。虽然送走时心中还是有点不舍，但是想到导盲犬未来能够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视障朋友，内心就感到十分欣慰。港都新闻李嘉龙、赖昌邦采访报道。今年是世界知名指挥和作曲家伯恩斯坦百年诞辰纪念，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特别推出由他改编的轻歌剧版《汉蒂德》，要向大师致敬。魏武营表示，故事以轻松的喜剧风格演出微酸带苦的讽刺精神，以音乐会形式呈现，邀请国际级的男女高音和国家交响乐团台北爱乐合唱团，带来一场妙不可言的轻歌剧体验。
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推出首档自制轻歌剧《亨蒂德》，由美国知名作曲与指挥家伯恩斯坦改编自法国文学巨擘伏尔泰的讽刺小说，多次搬上纽约百老汇与世界各大剧院舞台，将于本周五在音乐厅欢乐上演。这一次的这个制作呢，虽然是这样子在音乐厅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在那个动作的设计上面有一些安排，还有包括演员的这些走位。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一次是邀请了年轻的导演蔡佩芳小姐，那来在等于也算是在台湾第一次来指导这个歌剧的这一次康帝的这个在等于是在台湾的首演这样子的一个制作。今年是世界知名指挥和作曲家伯恩斯坦百年诞辰纪念，魏武英特别推出由他改编的轻歌剧版《亨蒂德》向大师致敬，故事以轻松的喜剧风格演出微酸带苦的讽刺精神。导演蔡佩芳和多次担纲纽约爱乐版本演出的男高音保罗·葛洛夫与女高音伊莲娜·秋山佩格共同演绎经典。是这次能够跟台湾一时之选的团队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高兴。比如说我们的舞台设计师享誉国际的王孟昌老师，然后他在制作过程中也提供给我许多的意见，就是怎么样用精简的布景来达到最大的效果。然后还有我们的服装设计谢建国老师，也是就是在服装上动了许多许多的心思，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是在某种限制的状况下来做这个呈现。魏武英指出，故事主角短时间内经历多重天灾人祸，但读者无需担心，因为翻过页来便是各种瞎报的死里逃生，或是神救援与万里重逢，是所有可能情节中最不可能的，要献给曾经跌落深渊但没有放弃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花园。港都新闻潘志光、罗少君采访报道。为了让长辈走出家门，前镇区竹溪里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多年前一同将荒废空间改建成为活动中心。另外里内还有一座城市版的开心农场，阿公阿嬷不但可以自己种菜，也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还有更多关于竹溪里的特色点滴，请锁定11月29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熊碎力》。前镇区竹溪里的活动中心课程丰富多元，像是韵律操、增进记忆课等，不仅促进长辈身心健康，也让彼此互动。不过这么热闹的活动中心本来是一处荒废空间，自从里长上任后才跟社区发展协会将这里改造成广受里民欢迎的活动天堂。当时呢是确实都没有，里面都人气什么都没有，多数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向民政局居民所争取经费来建设我们的活动中心。绿洲庙社区发展协会就是我们社区的合作单位，所以说我们这对我们社区的老人家还是社区的长辈，都因为在家里也是没有什么看电视还是什么，给他带来出来活动，观察据点这边可以活动一下筋骨，那个对他的生活上都有帮助，所以我们就跟全力支持社区关怀据点来设立我们的活动中心，在里面活动。除了活动中心外，里长还承租台糖空地，打造一座城市版的开心农场，让社区长辈来登记承租。有趣的是，阿公阿嬷都会依照季节性来种不同的蔬果，收成后还会开心的跟左邻右舍分享。就连里长都说过不具名的神秘礼物。也有30几个在摘的嘛，所以有时候他们都主动送过来，送菜过来才感恩感谢的。所以讲，大家分享啦，分享我都摘的菜啊，摘个较好食啊，个较营养的菜，就是伊嘛较欢喜啊。竹溪里除了活动中心丰富多样的课程，还有一处在城市喧嚣中带来乡下宁静的开心农场，这些地方都成为了竹溪里长辈的生活重心。还有更多关于前镇区竹溪里的特色点滴，请锁定11月29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熊碎力》。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由青联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一同分享好时光公益圆游会，12月8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5点，在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追风广场举办，邀请您认购或者自备善良，一起来帮助弱势孩童。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7度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雨，气温16度到26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